哎，欧纳克啊，老师，这个老师，哎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梗啊？啊，你怎么跟 Masa 一样啊？你们果然是姐妹呢。哎，Yuri 和 Masa 真真米亚的奈哟，Yuri 跟 Masa 完全不像啊。嗯，Masa 的话，高多那大西，Masa 比较成熟呢，也比较漂亮。头脑也比较好，性格也很好。就懂吗？的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哎呀，你真的是朋友吗？喂，你说得很爽哈。机智是大哥啦，修改那一晚呢？事实嘛，没办法，你就老实的接受吧你。啊，不然的话，你就没办法找到像阿楚西一样那样的男朋友喽。阿楚西那口气个口闷打哟，我才要不要阿楚西那样，蠢毙了。我想，我认真起来的话，男朋友一个两个什么的，一个两个什么的，你在说啥？嗯，いないけどさ，虽然没有了，だろうと思うだ，我就知道，哎，还年轻吧？那年轻就是本钱了。对了，说姐姐是要跟你说有趣的事情啊，一滴呀。的那个大夏美校啊，有一个这个孩子啊，他据说知道一个啊，起码的起码米的 note 是什么意思啊？起码米的 note 什么意思？染血的手吗？的游戏知道哦，那你可以去听听看哦。老师，你为什么也那么作死？这个学校是全部人都作死吧？啊，哎，TTM 安。なんか名前が知られた。啊，怎么他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恐怖游戏一样啊？ユリがそういうの興味でどこで知ったんだろうね。嗯，总觉得是个奇怪的家伙啊。ユリ、那个欧纳克老师啊，没问题吗？啊，介绍那种奇，别介绍怪人给我们哦。哎，东彦恩，你这么说就只是告诉你喽。啊，但是他说的真的很可怕哦。啊，Yuri 讲你绝对会吓得冰冰叫的哦，血淋淋的手哦，越来越奇怪了。嗯，我才不想知道那种人呢，哼。嗯，但是我好想知道这游戏哟、哦。放学后7点，那、啊、到社办，到房房到教室来吧，啊，来听吧。哎，7点吗？嗯，那么晚啊。然后你说教室是，你说社团教室是哪个教室哪个部社团呢、啊？确实是灵异部吧，因为呀、啊，啊，这根本就作死校园啊，什么恐怖校园，恐怖校园作死，喂，越来越奇怪了。那有空我们就去吧，对吧？阿雅，我达西莫伊库农，我也要去吗？雅达哟，才不要，有你自己一个人去。喂，来了来了，拜托你了，这不是拜托你，而是强制叫你来哦。啊啊，哎呀，这么卡哇伊索尼，哎呀，好可怜哦。哎，又晚上7点了。哎呀，过了7点，已经是晚上的了。嗯，sono misaki 鸭子啊，那个美校啊，真是不会讲好时间的。那就是说，为什么啊，我们还要在这种时间还在学校呢？总之，赶快听你回去啦，肚子好饿哦。so da ne 也是。那话说回来，灵异社办是空的吗？嗯，那种社我们学校那种叫社团，我都不知道呢。嗯。从不同别班的同学有听说呢，据说很久以前就有这个社团喽。但是啊，也有很多很奇怪的啊，比如说在最里面的教室里面，大概在2楼吧。大概在2楼吧。拉贾，了解。
又要自己走了。哦，所以这游戏哦，只能这样子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这游戏真的不能存档，它不能在地图上存档。然后我们就 save 一下吧 ，save 在第二个。好，那么接下来，哦，所以刚刚第一话除了买 God 之外，还有别的咯 ？Your God 吗？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话说回来，哎，这不是水龙头吗？反正这种游戏刚开始一定不会有什么吓人的，一定要等到我们到了社办才会出事。びっくりした，吓我一跳呢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刚来，不知道，走吧。他说是二楼最里面那个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他是告诉我们要去哪一个，是不是？哦，是要去最里面那个，好，知道了。哇，这字好小，我怎么看不到这什么社团？OK， 好，没有问题。OK， 好，谢谢 AA 9056 T L， 谢谢。好，没有问题。Yuri，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啊？这里吧，灵异研究部，哎，安安 ，D125974， 总觉得好可疑的，怎么办？总觉得好像很不妙呢，很不妙就回家，很不妙就回家。你们为什么很不妙还要去玩呢？不作死就不会死了，为什么不懂呢？啊，第一个回去吧，第二个偷看一看吧，第三个进去吧。啊，现在那什么？有奇怪的声音，果然很不妙吧？还是别进去了吧，我们先逃吧。ユリさんとアヤさんでしょ？哎，是ユリ和アヤば。哎，为什么发现了我们呢？啊，总之得进去了吧。看来得赶快选一选了。好可疑到不行了。啊，终于来了呢，ユリ跟アヤ。呀，不好意思。啊！啊，第一个就有8个结局哦！哇靠！来，我们就随便玩玩就好了。干嘛那么拼啊？这是啥里啊？你是谁？見ての通り啊，如同你看到的啊，这是灵异社办啊。你没有听欧娜口那边听来的吗？我就是大夏美笑啊 ，Misaki 的意哟，叫 Misaki 就可以喽。好，你可以，你去，你可以，你去跟他们玩，我不要玩，你去跟他们玩，啊？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呢？那、啊、我们是从我们都不知道 Misaki 你呢？来秀秘密哦，啊，那种是怎样都好啦，怎样都好，啊，那么刚刚你就笑什么？从刚刚开始，你在笑什么？第二个，啊，那你他没哭泣在在哪呢？为什么不能说是这样的意思吗？第二个我不懂。第三个就是说进入正题吧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那你他没哭泣在哪？第二个我不知道。第一个是说你刚开始在笑笑三小，第三个就是说进入正题吧。第二个我就不知道是啥了。他可能是住这里的吧？你们要这么呛吗？你在笑三小？你们觉得要这么呛吗？啊，刚刚就是声音，啊嘞，啊那个，
那个是啊啊，打破敌人的咒术攻击啊的魔术啊，魔术吗？那个我正在练习呢啊，现在正好有别的咒文啊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好不妙呢啊！不过就算是练习也很不妙了呢，就对付别人的咒文。そんなこと都でもいいんだよあ。哦 ，B 是你那说话的口气是三小，哦哦，所以就是反正头两都是你是安整，然后对就对了啊，跟你们没关啊。你的口气是三小，很呛哦。喂，你为什么那么嚣张啊？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你的学姐吧？我知道啊啊，因为 Yuri 啊啊，だって，因为啊 Yuri， 你对那个保健老师不是也这样吗？那个是因为，讲不赢人了，哭哭哦，啊，算了，别在意啊，怎样都好了。Yuri 输了，输了，哈哈，真可惜呢。乌鲁塞，吵死了，算了算了，认真正进正题吧。也对，已经没时间了呢。那血淋淋的手，那就是这个东西。那这是会伴随着很危险啊，有绝对恐怖的游戏哟。我们可以不要玩吗？为什么我们知道已经很危险又绝对恐怖的游戏还要玩啊？但是因为正因为这个游戏啊是从那个恐灵异社的学长姐听来的，因为实在太危险所以都没有人玩过。那你怎么会知道有人玩过呢啊？这么危险你还玩啊？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？有多危险？好吧，我们就问问有多危险好了。危険でどんなふうに？多危险，比如说被诅咒之类的，还是说什么的呢？所以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没有人玩过啊，也就是说有多危险也不知道。不对啊，那你居然没人玩过，怎么知道会危险呢？对不对？喂，那种不确定的那种梗。你是不是想要把？你是不是想让我们陷入危机呀？那到底玩不玩呢？那要不要我告诉你们游戏呢？你们自己决定好了。这当然喽，我唉，当然啦，虽然有点不放心，那你们还不是要玩？好啦，那继续吧。这个游戏的玩法是啊，首先啊，你必须准备一罐很多的矿泉水。啊，跟那个矿泉水和洗脸盆还有盐各三个，对吧？是这三个。那什么嘛，啊，超可疑呢啊！这个 game 啊，必须这个游戏必须在有月亮的深夜3:33，在学校的屋顶上放上洗脸盆，然后呢，闭上眼睛，咏唱的咒文。あまたの气がなくれたのが見える見える見える啊，看到了，血流出来了，看到了，好奇怪的咒文也好奇怪，艾尔维安，然后嘞，然后啊，一直唱的咒文，一直唱啊，会有一个臭臭的风吹过来，腥臭的味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啊，你会感觉到月亮被盖住了，这时候呢啊，把矿泉水倒到手上，然后继续唱的咒文。然后呢，再把手平放，然后再把手摊过来看，你就会发现上面的不是水。然后呢，会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的液体。再把眼睛，这时候呢，绝对不能把眼睛张开哦。啊，如果你把眼睛张开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就跟你说谁都没玩过了，不知道嘛？那你又知道会怎么样了？靠北哦。啊，然后呢，之后呢？你就说啊，感觉到了啊，血流过来了，感觉到了，这么说着，然后继续把矿泉水倒到手上，然后呢，你会感觉到这个黏黏稠稠的液体，就是这个液体，等等，那怎样才结束啊？然后呢，当月亮再出现的时候，那个黏稠稠臭臭的液体就会变回了水，之后呢，你再把洗脸盆的水全部倒掉。然后再把盐啊，把水倒掉，然后用盐怎样清洗干净啊？必须要用盐把全身用盐清洗干净，这样子游戏就结束了。
干这游戏有什么意义吗？靠北，这游戏到底有什么意义？你说完前线也就算了，好歹可以问问题。这个东西就让你手臭臭，让你闻到臭臭的味道，让你手上沾黏黏的液体。然后呢，有什么好玩的？你到我面前，我也可以给你黏黏的液体呀。我是说那个优若乳，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可能那个泥土的水啊、哦，怕你们误会了。这游戏到底有什么意义？你们是吃饱了撑的，是不是啊？那这根本不是游戏吧？这只是个奇怪的仪式啊！又有皱纹，又有盐的啊！而且话说，这也没叫出什么东西吧？也不是啊，我又没叫出什么东西，所以不是仪式。好了，说明结束了，怎么样？啊，你虽然这么说。啊，哪里有都是都都啊，やってみるかな？要不要试试看呢？そんなのやるわけないじゃん，绝对不做。那、啊、第一个是什么？哪里都是都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第一个不太懂了，哪里都是都都什么意思啊？第二个是说那就试试看吧，第三个是说绝对不做。我觉得你们一定选 B 啦，我觉得我问都不用问，是不是啊？我还存个档，我觉得你们铁定会选 B 啦，根本问都不用问。好，我就知道了。哎，根本是一群作死的人。哎呀，ちょっと君なり，你有没有点兴趣呀？我们试试看吧。全然君なし，完全没兴趣，不要。そこまで言うならわかった。好了，我知道了啦。那。啊，反正在同一艘船了嘛，两个人一起坐吧。哎呀，呀的，不要啦，每次都这样。Yuri， 你呀、啊，根本不听人说话的。好啦，那就今天晚上吧。那就晚上两点半的时候，我们在公寓的公园集合。啊，哦，该怎么做？哦，那你都西路的哦，怎么做？哦，谢啊，谢谢宇根。那么道具我会负责带道具的哦。这个人根本没在听话，我不是跟你说不去了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不去了吗？啊，反正你都会迟到，你们就好好加油吧，ユリさん、あやさん。因为要3:33才能玩呢、啊。有下，好了，时间到了呢。Hello， F 六二一五五八五一 A F 四二六五。对了啊、洗脸盆在学校，水跟盐也没有呢。烤鸭，你不是说你要准备东西？你们啥都没准备啊？哎 ，Masa 姐姐的房间去偷姐姐的胖子，呵呵呵。嗯，在休息吗？如果吵了她会被宰的吧？你姐有那么凶哦？什么洗脸盆？拿个洗脸盆吧。哎，这是 living room， 这是哪里、啊？哎，出门了。等等等等，还没拿水呢。好，要拿水。你们家怎么门口就接到两姐妹的房间呢、啊？嗯，有没有什么？他就说，嗯，虽然啊有想看的深夜节目，不过还是录起来吧。
可是他们是要在公寓玩的，又不去学校。这里吧，矿泉水。啊，矿泉水在。有了有了啊，拿这个吧。感觉矿泉水好大瓶哦，靠！有水了，哎，吓我一跳。Masa， 姐捡起来了。那矿泉水太大瓶了吧？是有必要带那么大瓶吗？啊，有盐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拿吧。OK， 若不拿盐，铁定最后就死定了，所以一定要拿盐。啊，盐 OK。可能水真的有够大瓶的，不是我要说。可是他们不是要喝啊，哎，石坦安，他们是要倒在手上啊。姐姐，嗯，刚姐姐不是起来了吗？SK 哦，好好，好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聊。喂，哎、欸、，OK， 我开一下，我开一下，你看看行不行？啊，没关系。好，这里吧。OK 吗？有看到吗？看一下哦。哎、欸、呦、欸、其实可以哎、欸。可以是不是？好、啊。对啊对啊。可你这样听不到声音啊。没关系，你应该也是开喇叭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没关系，总是可以开大声一点就可以听得到的。有一点，我听到一点点就可以。我好期待啊！这张就是我亲你妹啊！可这游戏你不觉得这很无聊吗？这游戏根本就是作死的游戏啊！我角色无聊是正常的，他们就是这种白痴，这样才能当高中生啊！我这个游戏无聊到简直比那个玛丽还无聊了。就他们的理由真的很无聊，这是想死然后才对啊！这真的是活腻了。哎呦猫哎，好可爱哦！来吧。咪啊，带你上去会派上用场吗？啊，带你吧，走吧，咪，你自己死，不要把猫也带去死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他心情不好哎，没办法了，带叫阿雅他们两个吧。猫咪表示你自己去死，别找我。对，连猫都知道很危险，猫都知道，我还是别去好。抱歉抱歉，久等了。so 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呀，啊不是没有脸盆吗？还不好呢。阿龙说在学校里面会。对啊，算庙回学校拿哦。但是他们是先在这边集合吧，然后再過去、啊哦、他们是这边集合去学校玩哦。对对对 对， 對。他说不是说要在什么看到月亮的地方吗？方對對對，那公寓也看到月亮啊。干，我怎么知道这些人真的是脑子有问题？看这些人脑子真的有问题，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半夜去学校玩呢？到学校了，这么晚到学校来还是第一次呢。狗屁啦，他每天之前都来过，他被雷打死了。对啊。Good night， 啊，才不想来呢。总之现在，哎，才三点呢，正好赶得上。啊 ，Yuri， 啊，总为什么你发现职员室有光呢？有谁在吗？话说回来，今天 Onako 老师是不是当班的？但是为什么会在职员室呢？啊，话说回来，还要拿洗脸盆吧，去保健室拿吧。这些人随便去保健室拿的、哦，拉甲，但是打得开吗？嗯，话说回来啊，之前3A 的钥匙坏了，就从那边吧。有了有了，这不跟上次一模一样吗？啊，是那边哪边哪、啊、靠腰？哎，这里是电话是不是？哦，旧电话哦，这个。嗯，2000年嘛，十年前。是哦。那时候好像还是电话卡。对，这个所谓的黄昏症候群就是一个坐死症候群的游戏。坐死症候群，对，就是哪边有死就去哪边就对了。真的，看这些人真的吃饱了撑的耶。哎，希罗汉，所谓的症候群的意思不就是无法自制吗？无法自拔是吧？对，无法自制，无法自拔，所以应该就是在讲说，对对对。对对
对于这些想送死的人，完全劝都劝不住。哎、欸，这游戏根本无聊到爆炸了。你所谓的无聊是指哪方面的？不是，我不说这个游戏，我是说这个游戏，就他们要现在玩的那个啊，解铃铃的手啊，哦，你不觉得吗？嘛，你觉得为什么我会过了这么久，对这张印象这么深刻？哦，好，哦，啊，有找到洗脸盆了，Haken。而且为什么我跟你讲前几张就是精华，这绝对是有原因的。啊，大有有了有了啊！洗脸盆，OK。啊，那那个么，嗯，矿泉水瓶、矿泉水超大一瓶，然后脸盆超小一个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等一下，哪个是脸盆？我都看不到那个白的吗？应该吧？那脸盆那的矿泉水可以装三盆吧？看起这来样像准，六角形的那个吧？对啊，这样准备完毕了。来就不，反正女主角一句话就是最喜欢来就不，就超不来来就不。啊，好了，放进去了。他的包包那么小，找水瓶到放拿哪的，的啊？超在意，强。早上去屋顶吧。所以刚刚那个眼应该是可拿可不拿，对不对？这个部分就不提吧，我这边就不提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这眼应该算可以是不拿，不拿的对，话铁定会继捏续要存他的档。那存档只能这样存，有点麻烦。其实我有点忘了有没有那种即时的剧他这是情，即可是时的就啊，是。你说我是不用把画面切过去的，是不是？其实那可能要另有啊，外一好像套。按什么 F3、F4 可以就可以存档他有说 F1 可以存档，但是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可是这好像只能，哦，可以，哦，但这是么哦，只对能吧？读你最后一次。对啊，对，就我觉得还好啦，只是说因为这游戏像这样走来走去的地方，我记得还蛮多的，没有，我是怕啊，死就亡存档了。哦，妈，这个就。啊，就反正又有就讨论这种东西，有时候就会捏到，没有办法。谢谢。对啊，对啊。中学走廊一楼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屋顶，回去屋顶。反正现在不会有事啊，游戏都还没开始。那后面那个朋友超神，看起来超惬意的散步就可以跟上 UE 对那对种。对对，后面那个脚轻轻抖两下。啊，到屋顶了，你昨天才被劈死，今天又来了。很亮吧？啊，月亮也很大啊。嗯，但是好冷哦，早点赶快玩一玩回去啦。那干嘛来玩对啊，来干嘛来？现在正好3:30，nice timing，就？Nice 准 timing 备准备。哎呦，而且水瓶怎么会变那么小了？还是那是眼？好，准备完毕。阿雷，没有盐吗？你该不会忘了吧？有啦有啦，有带的啦。啊，交给我，时间就是差不多快到3:33。哎呀，一好了吗？哦，一直对吗？一游雅鲁，来吧，大家好，那么闭上眼睛，それじゃ、一緒に呪文唱えるよ。唱咒文吧。